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文洛，木鱼的木鱼，我木鱼在那边。我的欢迎收看 Day Campbell 是 Dean， so yeah， 今天又来录音了，很明显啊，我在 camp 上，你看周围都是天马，对不对？对，其实我刚才已经做了一次开场好了 ，then 是在车上啦，就在下面看到这样，哦，讲了一堆，然后发现。还好我不是整天工作录完了才发现到，我在弄这一半的时候，我就 playback 的时候才发现到我完全没有录到音，干。哎 ，anyway， so 今天我们录的天就是这样子。OK， 好了。刚才有看了一下，影片排到14:29，大概14分钟，差不多这样就搞这样子吧。所以现在我们先把里面先 fill up， 然后 set 好我们的东西，然后再开，不是开箱，应该讲再 review 一下它的周围跟它里面外面给你们看。我先拍满东西。对，今天我们是有这三只小驴的 ten。那这一款是也是算蛮新的了哦，两三个月前刚出的，就是谢谢 Eric， OK， 三只小驴代理借我们住一晚体验一下。那它里面这个 tent 我先讲它的外面啦， OK， 这个虽然很多 tent 都有，可以就是可以 extend 到这样长啦，通常也是一层嘛，啊，随便啦，反正这个可以 extend 到两层，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外面的空间很大哦。你看你这样子 extend 到完哦，四个人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有这些 pole 哦，有些 tent 我发觉到它有给你 extend，OK，okay？ 也可以 extend 出去没有错 ，but 它没有给你 pole， 这个 tent 哦 ，pole 是 includes 的，有两只长的 pole 跟两只短的 pole，OK，所以你想要这样子 set up 的话，是完全就是哦 all in one 了的，不需要买其他的多余的东西 ，OK， 里面第一点，发觉到的就是它的通风性啊，非常的够力。你看，单单看门啊，哦，门两个这样大的门，然后窗，四面八方都有窗 ，OK， 都是蛮大的窗，看到吗？后面旁边也是有，这个我关起来好了 ，OK， 四面八方都有窗 ，OK， 然后你要关起来都 OK 的，像这个这样 ，OK， privacy 嘛，你不想人家看你睡觉，你就关起来咯。然后里面空间是非常的大的，两个双人床放下去，这个双人床哦，你看两个双人床放下去，中间都还有一个位置，也是非常宽的，大概有到这样宽嘛，看从这个床到这边，大概有到这样宽。然后那里面是黑胶的咯 ，OK。Okay， 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 privacy 咯，如果你要privacy， 你可以把它放下来。然后它有它每一个角落啊，就是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绳子哦，你就可以下一个钉，然后把它拉钉下来过后，你看到吗？为什么钉下来？第一，你可以把它固定啦。第二点哦，你看啊，你下这种钉哦，看到缝隙吗？有吗？看到缝隙吗？这意味什么？意味着它。哦，内脏跟外脏，你下那个顶过后啊，外脏跟内脏就有它的空隙，就可以很通风。你看，都是这样子的，哦，都有空隙，所以蛮通风的。这一款呢，啊，是全黑的。OK， 听 Eric 讲，这一款是稍微比较小的，还有一款更大的，也是同一款啦，啊，只是尺寸上黑色这一款会比较小，那另外一个比较大在那边。Janet 的，像我们去看一下。像我刚刚讲的啦，这是另外一款啦 ，OK， 这款就颜色，你可以第一眼看到的不一样就是颜色啦 ，OK， of course， 不懂你们能不能看得出它的 size， 其实有稍微比较宽哦，比较宽呢，比较长，可以看一下里面。然后我也是觉得它，哎，有比较高，你看我站，有比较高，我那个还稍微有碰到我的头，这个走进来是完全碰不到头了，哦，你看。哎，有比较高，然后里面也比较宽，而且它中间，哦，它中间还有门 ，OK，
OK，so 这个你哇，这个如果是两个 friend 来啦 ，OK， 两个 friend 来是直接可以把中间的门也接起来，就是有比较有 privacy 的 room 哦。哦，像我刚刚那个是没有门的嘛，中间，哦这边就有，然后通风性啊，窗口啊，这个是前后都有门。我那一款的是后面是窗口来的嘛，像我刚刚给你们看的，然后这一款是里面是前后都可以开门的。那 of course 啦，不一定只是把当门用，当你后面把它的这个然后卷起来的嘛 ，OK， 把它卷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大面的窗口这样子。那经过屋主的同意，那我可以拍你们给你们看一下。好、哦，像我刚刚讲了，哇，这个通风性就比我那个更好哦，因为你看啊，它上面，哦，哇，这个不是六面通风哦，这个很像是270面的通风，这样你看，很紧哦，这个。哦，你把后面那个像我刚讲的，把它卷起来过后，哇，真的是够力，它的通风性一流。很老实的讲 ，OK， 这一个我在里面没有开风扇，比我那一个凉快。我那个是，可能是因为它虽然黑胶，把它黑色的关系，它还是多少会吸热，那它里面会稍微再供一点，这个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这个就比较，就算我没有开风扇，像我在里面，我是体验到是比我那个凉快的。很老实的讲是的确比我那个凉快 OK， 然后空间有稍微比较大啦 OK， 它最大的分别是我看到有这个门哦 OK， 还有多一个门，多一层门，然后有这些袋子可以放东西，这个我很喜欢，很通风，这个赞。对这两种天有兴趣的话找谁？找他啊，全马最勤劳的帐篷小乐好啦 OK。Glen Valley 通常就是直接送到你的家门口的啦，啊，这个是真的啦 ，OK。晚上才会送货啊？啊，晚上才会送货。OK， 如果真的有兴趣这两个天的话啦，哦，还想要再看的话，直接找他咯。这个洞也是，这个洞我们晚上就是聚集地哦。你看，这个。这段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过了，可以啊，今天晚上会有一个 surprise。你要注意了吗？一直问这话，过来一直问我。你会怎么嘛？你喝醉了就去睡觉，没人叫你起来，就不要乱我啊，今天。什么？对，我就快点，快点，快点去，快点喝醉，快点去睡。你有乜嘢好食？啊？有乜嘢好食？你是嚟？芒果。鸡脚要吗？鸡脚就不要，我每天都有都吃。芒果了，哪边？怎么样？它是闺蜜来的。嗯。闺蜜的祖宗是这个芒果。什么？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是闺蜜。闺蜜，这个啊？啊。那我该吃吗？啊。就是一点点。你没有感觉味道不同？有一点像样子的啊。这个是芒果。我们认祖归宗呀。哦，有让分的。哦，水啦这个。全场最亮的仔，那个叫什么啊 ？Comic Fiesta 直接去那边摆哦，真的而已。剩最后一包了，一包，我这只剩一包罢了，哎。用抢了而已。真的哎，冰沙，冰沙果皮哦。哦哟，这个爽哦。哎呦，你们怎么全部围在那边？怎么？喂，阿嘎啦，我老爷，哪一个贩卖合标？我远远看以为 accident 哦，快来看，这个很像那个钢蹦啊，炒大炒的那个嘛。来了，这个在抢车又来了。你讲什么？没有什么网红没有翻车的。爽嘞，被瞒在鼓里。好，我再跟你讲啊 ，Joey。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是在，他们就是在帮 Joey 布置着那个婚礼现，哎，不是，
啊，啊，生日会现场啊，独臂现在是在远那边哦，远那边被纠缠着，那、啊、我们现在帮他布置着这边，既有心一个，帮你来弄这。哇，不要期待你等一下的表情哦。啊，就比等一下顾大声点了。好 ，Ready， three， two， one。喂 ，Happy birthday！ 喂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我的版本够力哦！哎呦，我还有这夸张的东西！哎，我觉得你们是撞到我了，哎呦！喂塞！哇，我觉得你还走跟我哦，哇，那个灯打下去哦，很像明星这样的吗？你看，你看，是啊，我就是选美冠军了啊！有情更改的美好。啊！哎呦！来你哦，那么应该。哦。来，举那个，给你。哎，没有眼泪，没有眼泪。夹呢度啦，所以我控不住。我同你讲，爱你一万年。哎呦！我现在要你恭喜我，给你播啊！哎，小妹耶，小妹耶，这么好，你自己讲的。你还漏哎，不是你自己讲的哎。怎么现在不要讲哎？老公继续讲啊，爱你爱你。我爱我知道了的 ，OK。我们用行动表示 ，OK。来来，行动下来。哥哥 kiss 妈咪。姐姐 kiss 妈咪。姐姐 kiss 妈咪。姐姐 kiss 妈咪。哎谁？我影唔到，影唔到，再嚟一头。Again, happy birthday, Joey. Okay, so 这一集应该就到这边了吧？哦，好，还有一个点我还没有 end 之前，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枕头真的是，懂。刚才下午有 try 躺了一下，我有两个枕头啦。OK， 我不知道什么 brand 的，一个是没有 brand 的，一个是还是马来的，有三个。OK， 冲击枕头。OK， 这是一二，这是刚刚啊。Eric 借我睡的，这个真的是好。为什么好？第一，它的 sponge 真的很不错。然后第二点就是，你看这边，看到这个 shit 吗？它其实是防滑的一个操作来的。你看啊，我放在这个上面哦。OK， 我先给你看普通的啦，普通的那个啊，你看啊，看啊。然后你躺着的时候就会移动嘛，这个哦，只要你想躺的地方，你看。啊，不会动了的，因为有这个防滑的操作，哇，这个真的很不错。好，除了这个就这样了。好，这一期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期见。下一期去哪里？我忘记下一期去了，反正下一期见，拜拜。